哎，行了，别转圈了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咱们一会儿彩排一下婚礼的流程。不行，我紧张。别紧张，放轻松。你看我紧张了吗？你要不紧张，你把我衣服还我呗。哎呀，我是新郎，差点穿着新郎的西服主持。不是，这衣服怎么有开关啊？谁穿谁转圈啊？不是哥，我是真紧张啊。你紧张啥？你看我紧张了吗？关键是我这心里是真没底啊，从婚礼策划到今天彩排，你们啥啥都跟我保密，我都以为新郎不是我呢。这事儿你可得给我整好啊。你就把心啊放到肚子里边，整个流程走一遍你就踏实了，保证明天你婚礼顺顺利利。我的幸福就靠你了。放轻松点，去迎接你美丽的新娘吧。门口的保安能不能看一下，谁家的车老这么叫唤呢？这不是影响情绪吗？爸，都记住流程了吧？明天呢你给我带到这儿就行了。好了，早点回去吧，拜拜。什么呀，我这么多年没结过婚，还没参加过婚礼吗？那婚礼流程是这样的吗？俺俩结婚你管这么多呢？按正常流程走。姑娘，你真的想好了要嫁给他？爸，你就放心吧，虎子对我是真好，他一定会照顾好我的。下面是两个男人的交接。现在请父亲将女儿的手放到新郎的手上。哎，大哥，疼疼疼疼疼！哎呦，大叔，干啥呀？别叫我爸我妈了啊！不，你这孩子没事，怎么老找家长呢？请新郎新娘面对面。新郎，你愿意娶面前这位美丽动人的新娘为自己的妻子吗？无论顺境逆境，富有贫穷，不离不弃，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不愿意。他不愿意。哟，爸，你再叫我真告我妈了啊！哎呀，你瞧你这姑娘怎么的？这，哎，对了，你妈呢？不带，她不跟你一块来的吗？哎呀，这不是咱们家车叫唤吗？啊！你妈可能被我锁在车里了。哎呦，别走。继续。你干啥呢？走流程啊。哎，你猜你爸没有钥匙能把你妈从车里弄出来不？哎呀妈，爸钥匙。哎呀，等我陪你去。你回来。不是，你干什么去啊？不是，我陪小丽啊。那后边还有一堆流程全都没走呢。关键我媳妇儿都不在了，那我陪你还走啥流程啊？你媳妇儿流程早就走明白了，现在就你不明白，你自己心里还没点数吗？哎呀，你别把婚礼的流程弄得太复杂了。这就复杂了，结婚之后那就更加的复杂，你就有了新的身份，面对新的挑战，遇到新的困难，这些事儿你都想好了吗？我当然想好了，我和小丽能走到今天那老不容易了，那真的是把我的心他的心穿成串，撒一点辣椒面，加点盐和孜然，把烤鸡、哎、行了，你都给我唱饿了。一身被你熏得串味的这个美丽动人的姑娘，你跟她结婚，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不愿意。哎，行了，你搁这摆啥造型啊？你不是幸福小区那个保安吗？你不跟赵经理去值班，你跑我这说啥不同意啊？他今天放假了。我特意给叫过来的，这是全保安队里边咱们小区里啊最会演戏的了。今天他可就不是保安了，他就是你啊从小到大穿一条裤子光着屁股长大的好兄弟。那是一起光过屁股啊，还是一起穿过裤子啊？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啊你要结婚了，你的好兄弟有话对你要说。兄弟抱一下，说说你心里的。兄弟，
听说你要结婚了，我是来跟你说声再见的。结婚以后啊，你就要以家庭为重了。以后找你出去唱歌，你也不能再唱了；咱俩出去吃饭，你也不能给我结账了。要是心情不好，撸点串喝点小啤啤，你也不能出来再浪了。那洋气的酒吧你也不能再逛了。但是你相信我，未来的生活，你媳妇儿会做点好吃的，把你喂胖的。啥意思啊？我是结婚了之后兄弟还不能处了呗？那还咋处啊？一会儿你兄弟就给你来电话。喂，虎子。哎，兄弟。虎子，我晚上没吃饭呢，咱俩出来吃点，完喝点啊。行啊，没问题啊，皮的白的你说呀。哎，我现在就是你媳妇儿，我看你出得去出不去。那有啥出不去的？哎呀，老公，晚上你就陪我在家吃饭呗。行啊，媳妇儿，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哎呦，老公太好了。陪你吃完之后我再出去喝去。不是，我就不想让你出去喝酒。啊，明白了，那就是让兄弟来家里边咱们一块儿喝。不是出去回来的问题，我就压根不想让你喝酒。虎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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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问你，结婚以后出来咋这么费劲呢？还能出来不？能出来，你等一会儿啊。媳妇儿啊，那个兄弟这点儿给我们打电话，他肯定是有啥事儿，你知道吧？你让我出去啊，回头呢我再给你补上，行不行？行，那我自己先垫着点儿。哎，喂，小何表姐啊，晚上吃了吗？出来喝点啊。你出去了吗？你媳妇儿出去了。不是，你把我媳妇儿刚才演的也太奔放了。再说了，我兄弟刚才是打电话约我，那我兄弟要是到家里来，那我媳妇儿还能不让我出去啊？你兄弟这就到了。兄弟，我又来了。虎子啊，走啊，出去玩会儿去。走啊。又喝酒去啊？我带虎子，这回不喝酒，打游戏去。打篮球。打篮球？哪个球场啊？峡谷。那个峡谷球场。新盖的，哎呀，那篮球场老漂亮了，我跟你说。哎呀，打啥位置啊？他厉害呀，他打那个就是辅助。扒了我干啥呀？我不得介绍队形吗？对面今天那非常的哇塞啊！对面有谁呢？诸葛亮、兰陵王、妲己、张良和东皇。行，这团队的口号我都知道，这不是一个人的王者，是团队的荣耀。哎，我问问你，你是打游戏还是打球啊？那我现在还打个球啊。别磨叽了啊，虎子，我跟你说啊，之前找你出来喝酒你出不来，我生气把你微信删了，现在找你出去打游戏你又出不去，我准备把你电话删了。兄弟，外面世界啊你是感受不到了啊，我呀单身，我潇洒，我自己享受去了。完了，兄弟走了，不要你了哦，不要了，不不不不，我兄弟不要就不要呗。那再说了，我媳妇儿不让我出去也是怕我熬夜喝酒对身体不好。你可都得想好了，结了婚之后啊就得以家庭为重，你自己那私人的空间呐、时间呐就全都没有了，这你都想明白了吗？我想明白了，我整个人都是小丽的，我还要啥私人空间啊？不需要，我愿意，我不愿意。不是，我都不要私人空间，你咋还上呢？你个小毒毒，怎么的？他是不是打我？忘了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啊，含辛茹苦，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妈妈。你这个小毒毒啊！那真是有了媳妇儿忘了娘了，那平时也想不起来妈了。那要是跟你说实话，你是你演就演，你删我好几回了。来来来，那行，快快快，来来来，让妈妈看看。哎呀，我这宝贝儿子呀，哎呀，都瘦了，是不是那媳妇儿做饭没有妈做的好吃啊？那不能，我媳妇儿根本不会做饭。听听听听，找个媳妇儿不会做饭多吓人呐！啊，人啊，人在哪儿呢？来，出来，我找他说说。来，哎妈，你可得跟他好好说说吧。现在小丽啊，已经有要会做饭的苗头了。我回来了啊。
呀妈呀，这是谁呀？哦，这个是五年之后你的爱人小丽。哎呀，五年之后小丽变这样了。来来来来来，你先别说长啥样，来，你过来，儿子，过来，坐这儿。来，我看看，来，这都买的啥呀？啊，这成盒成袋的，咋的？花的是不是都是我儿子钱呢？那不心疼啊？婆婆，这您就不懂了吧？这我闺蜜生孩子，我精心挑选的辉山马瑞奶粉，这可是奶中贵族，珍稀娟山奶源奶粉，它有大量的乳铁蛋白，这孩子喝完之后啊，能提升自护力呢。这牛奶这么好吗？那以后给我大孙也喝这个。搁哪呢，大孙啊？那也没有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这等吧，也不知道我这个岁数了能不能等着啊。妈，你放心，你指定是能等着。但是我和小丽吧，我们有自己的计划。听听听听，你们听听，他们是一家的，我是外人。那我走。正好你妈走了，咱俩回家看我爸去，走。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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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妈，哎呀妈呀，哎呀呀呀呀，妈妈，你咋的了？妈没事儿。妈就是你呀，要超过妈一米的话，妈就迷糊。你一米你就迷糊啊？哎呀，哎呀，媳妇儿你咋的了？咋的了你啊？头疼。还咋疼啊？哎呀。我也疼。哎妈呀，还哪疼啊？胸口疼。妈，巧了。妈，你哪儿疼啊？妈哪儿都不疼。妈呀，身体就比他硬实，你看着没？妈这大跳都行，你看着没？妈，你咋的？还能好好演不？我这还不好演。咱俩不都说好了吗？你疼一个，我疼一个，你疼一个，我疼一个。你疼哪儿去了？这我真没疼过你。不是，你俩干啥呢？这演的是个啥玩意儿啊？他妈是你演的那样的吗？对呀、啊，你演的好，人媳妇通情达理的。我下去跟他演去，你看我能不能演过他？还疼？你还疼？来来来来，哎，演的多多少少是有点过，但是啊，以后你面对这种婆媳关系，你想想，你受得了吗？哎，要是真是这种婆媳关系的话，那谁都受不了。关键我家肯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哎呀，你嘴咋的了？还不能出现这种情况。那经典的话题，妈妈和媳妇儿同时掉到水里边了，先救谁？困扰了多少的男性同胞？世界上两个最爱你的女人，如何平衡好这份爱？你这都想明白了吗？那我根本不可能让小丽掉水里，但凡出现我妈和小丽都掉水里的话，那还有我爸呢，谁媳妇谁救呗。你可真孝顺呢。再说了，那我是干啥的？我是干烧烤的，就没有任何一种矛盾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有什么事儿，有什么矛盾，大家坐在一块儿喝点小啤啤，撸点烤串，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如果这点问题都解决不了的话，那我还算啥沈阳爷们儿啊？这话说的太爷们儿了。你以后就能陪在小丽的身边，为她遮风避雨，携手同行，你愿意吗？我愿意。我不愿意。不是，你是不是有点上来的太频繁了？不是，我忘了介绍了啊，这是你们未来的孩子，爱情的结晶。那我未来的结晶如果是这种画面的话，我可不可以选择不要孩子？没错，我就是你和我妈妈爱情的结石，不是结晶。我不同意你们结婚。你还不同意了？我跟你妈如果不同意的话，哪来的你？那小时候辉山马瑞奶粉都白给你喝了。那可是采用全球1%的珍稀娟山奶源奶粉，我和你妈从小都舍不得喝呢。你知道为啥吗？那是为了要让你增强免疫力，
增强你的体质，要让你的未来飞得更高更远。等会儿，人家别，你不要摆造型了。那小的时候，那你和我妈喝那个辉山健怡佳 AR 奶粉的时候，也没说给我冲一杯呀、啊。现在有功夫没冲一杯呀、啊？哎，行，别抢我和你妈的口粮了啊！我就问你，你到底为啥不同意？还为什么不同意？我跟你说吧，你和我妈结婚以后，咱家日子是越过越好。就咱家那烧烤啊，越做越大，马上就要上市了。那上市不挺好的吗？挺好，好的是你。苦了我和我的妈妈。燕燕，你这什么玩意儿啊？这多好啊！什么呀？哪有这段啊？咱们编排有这段吗？我怎么就成了你的赤脚妈妈了？我不管啊，我就问你，这段我演的比李宝洁好不？你说比谁演的好？在底下演你自己跑上来了，你是不是认输了？我不是认输，但我演的我不嫌弃。你俩演的都差不多了，怎么？哎呀，行了，别演了。我咋觉得你们刚才这段在《小学生作文选》里边看见过呢？再说了。我的未来能让你们假定啊？这不是假定，这都是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你想想，你的生意越来越好了，以后陪小丽的时间是不是就越来越少了？纪念日你都不回来陪我过，这日子还过不过了？陪你儿子的童年也越来越少了。从小到大，你都没陪过我。你们的风花雪月就变成了现在的一地鸡毛。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吗？你想好了吗？结婚后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失去与拥有，矛盾与选择，家庭与工作。在这幸福的背后，是身为男人的责任与担当。你真的做好准备去迎接你的幸福了吗？虎子虎子，快点看电话呗，要不然打喜礼哟。哼，你干啥呢？咋还不回信息呀？啊，我警告你啊，都几点了还搁那烤串啊？你的老腰不要了，抓紧回来啊，我给你下那面条都要吐了。虎子，我最近给你勾了个手套，带着烤串那得老带劲了，就是少勾了几根手指头。虎子，你妈最近总说头疼，哎，咱俩哪天带她看看呢？我想好了，小丽对我这么好，我要对她更好。你们说这些挑战对我来说算啥呀？我的爱情就像是烤串，掌握好火候才是美味的必杀技。如果连自己心爱的女人的幸福都给予不了，那我还算什么爷们儿？虎子，你想好了吗？我想好了，今天这一切都是叔安排的，希望你能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我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啊，自从她来到这个世界起，第一个亲她的人是我，第一个抱她的人还是我。如今我就把这个我最心爱的姑娘放心的交给你这个我不怎么认识的男人。请新郎面对。做出郑重的承诺，你们会永远相爱，无论逆境、顺境、富有、贫穷，都不离不弃。你们愿意吗？我愿意。Thank you.